部车呢是一个车友，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然后回来重做，打掉重练的。我说没关系，如果你觉得，因为跟玩了一年多嘛，觉得哪里有不满意的，要打掉重练的，基本上难免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做错最贵，对不对？对。好，所以他这也是打掉重练，全部重练。所以一开始也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想法，所以他都没有割窗户哦，所以验车没什么问题哦。看一下，来，完全是空的，没有窗是，户这哦。验车没什么问题的。现在其实有窗户也是没问题了。哎，对啦，现在只要去做好变更都没有问题一年前会有这些问题了，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鼓掌一下哈，我们台湾的那个监理法规哈，一年前跟一年后还是有差别还是有进步了哈。对对对，希望以后进步的速度和空间会更大，再快一点。因为这是一个产业发展嘛，所以对。对全民都有好处的，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台湾的产业在另外一个区块可以发展得更好。好，然后呢，再来。这部它的冷气原来是放在这里的，这边是来给各位看一下。所以这块冷气呢，它特别它希望移到前面去，改在驾驶座的是后面。好，那这样子的还是有它的优缺点呢，我们讲一下好了。来，它的缺点应该是说，第一个就是挡到驾驶的视线吧。我们从这边打开一下，来看看哈，这里来看一下好了。然后这边也开一下好了，这里对。哦，这车很新嘞吼，也才开一年而已。一年很新，你看喽，这个来看一下，这个椅子有没有？它的角度永远就是这样。对啊，他没有办法在像我们大大伯喜欢开车，有点像赛车手的那个味道的感觉的话，他就角度会被受限。那我们把副驾驶座稍微把它轻氧一对，轻氧一点，让大家就可以比较啦，它的优缺点啦，来看到没有？哦，这个还可以轻蛮多的，那边不行。对，假设来讲，我们今天到了休息站，我们只是要稍微躺下来眯一下个5分钟、10分钟嘛，对不对？因为这是原厂的椅子啊，是原厂的椅子，对，所以它是 OK 的啊。所以驾驶座也就是只能到那里，因为角度受限嘛。你看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它的缺点哦。你如果要把冷气挂在这边的人，你就要去忍受这一个缺点。啊，那当然，因为他可能夫妻两个人出去了，所以那刚好车主的身材没有这么高大，所以他可能对他来讲他是够用了。对。所以就是根据你个人的需求来去做你的最佳选择。那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挡住你驾驶的后方的视线。对，因为它要一块板子把它立在那边。对，就算你今天好了，你用半块用上面也是一样都挡住了。是，因为刚好在视线那边嘛，对不对？对。哦，这是它的缺点。那它的优点呢？优点还是要讲嘛，对不对？它的优点应该是它的冷气吹的空间效果，大家是说这样会比较好。对啊，你看哦，这样子是整个吹到后面喽。是。那我原本的侧挂是吹旁边。是。对，所以这样子的吹法，它是比侧挂式的冷度还要来得好。不过我其实我个人见解啦，它虽然是在那个地方，但是车内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太大，所以。它的时间点来讲的话，只要你给它一点时间，其实它整个空间其实是 OK 的，整个的冷度都是 OK 的。是哦，你们发现这个地方没有我们的椅子？对啊，哎，空空的。对对，这一次都没有了。它整个打掉重练，就是希望就是说，它要，其实它要的睡觉的模式是横睡。看一下哦，很有趣哦，这张桌子，这个床板放进去以后，加了一个电动的一个升降。它是电动的哦。这是电动的，是啊，电动的在哪里？遥控器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升法？我们来把它升降看看。我看一下。我觉得每次到过年到的时候，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产品在哈。方程之战吗？对啊，欸，而且这个比我们上次拍的那一台红色 T 货，它的桌子还要更大。大哦，它在升高了。好，啊，这是最高点了哈。那我们把它下架。哎，这个是可以拿下来吧？这个可以，可以，这是活动的床架板。哦，为了要加强它的强度，对不对？才会做了这3根铝矩形在这里，它可以拿下来。它的床板，它特别要求我们这个地方，它要这样子做，所以这块床板是活动的。这我说这个也是可以拿下来的。可以，可以。
OK， 我们把它拿下来好了。好。这样卡住的。哦，它是卡住的。哦，它是做这个去卡它。是。哦、OK， 把它固定住、OK ，让它的平衡会好一点。嗯、然后这边是那个。这是之前做的，不是明威的。之前的是那个啊，那个早期的啦，张大的、松大的那个逆变器，是然后现在是明威，松大也有啦，松大也有啊，嗯，就是各选择啦。是，那我们为了要增加那空间，我们这边就做一个后推啦。对，因为它的那个是回来做的版本更新啦、所以这个地方散热还有就是它的那个 breaker 算修得很漂亮、哦、对不对？我们现在师傅在做这个部分都蛮用心的，都每一次我自己都会很讶异，哎，别有巧思。哎，我们坐上去看看好不好？两位，哦、好来，这个真的可以打麻将的哦。这个、这个方桌是真的可以的。我们过年这边就是一个移动的那个麻将馆，真的有要求一个这个桌子是活动的。的啊、有没有？哎，可以呢哦，而且宽度很够哎。这个真的是方桌了，对啊，比方要再长一点点，嗯，我们大概麻将桌也是差不多，差不多啊，可以可以，够了哈，可以的、哦，我们现在一二三，三缺一，不是这个车主如果有机会来参加我们车聚的时候啊，是，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玩玩小麻将啊，对不对？他就是因为常常会邀朋友一起出去，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有特别的需求。嗯，所以他没有要上摩托车，所以他这里跟做电动的。对，哦，对对对对，这个是要讲一下哈。是，这一个东西是固定就死了嘛哈。是，对不对？它的缺点就是。它缺点就是它的空间会被挡住了。以后你要上摩托车就不可能。不太可能了。对啊，除非你它的空间就比较小了。对啦，那如果你没有要上摩托车的人，或者是你只是想要单纯这样子的人，我建议你这样做会比较 OK。是，因为你也不用为了每次在那边光中间这一个那一根柱子的时候，为了要做成这样的模式，你还要在那边锁，对不对？对。那这个东西你也可以选择是电动的，也可以选择是手动的，手用锁的也就可以了。不过。一般车子的人不会用到这么粗，这是我看到最粗的一个。这应该跟家里用的那个是一样的，对不对？对对对，对不对？对，这是家里合适专用的啊。这个是车主他自己跑去找人做的啦。那但是回来我们这里打掉重做了。哦，那我可以要这个我们也有，只是我会觉得说空间的利用度会比较没有那么理想。所以他这个电动应该是110的。110的，对，对不对？哦、对，所以应该是110，因为逆变器现在又打开了，是，它要驱动那一个、啊，是的，哦 ，OK， 那我们把它放下来了，哦，它这是一个平整化的，我们来看看它的，对啊，啊，哎，而且它也没有，啊、它上面都没有呢，都没有，哦，算蛮阳春的一台，算简单，嗯，哎。特别又要求做了两个活动的一个柜子，哪一个是活动？前面的两个，所以它是可以活动的，是，可以拆下来的。它是怎么活动？可以拿走的，整个拿走吗？是的，是用手就可以拿走了吗？是的。哦，那真的就是为了打麻将了，哎、这样不错哎，那、睡觉平常就这样睡了啊？是，所以它还有床垫还没有上去，是，对不对？是，它还有床垫。它、前面那个是什么？就是一个柜子吧，水槽吧，水槽还是存在，它整个打掉重做，只剩一个水槽还在，啊，这个地方因为会挡到嘛，所以这一片是用活动的，哦、这个水槽就是它原来的了，就是整个柜子打掉重练，就只有这个水槽是存在的、哦，那底下就是行动马桶，所以它是有车底水箱了哈、有啦，没有的话，那个水槽就没办法用了，是，对。收纳空间都很大，多很多了哈、对，没错，也是蛮多的啦，非常的多，是、OK 啦，这样不错不错、我们这边哦，有看到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冷气的部分哈、以前的冷气是在这边，现在改来这里啊，这是第一台啊、第一台，对啦对啦，不是我们这边不会做，是衡量优缺点，是建议客人都以这边为主，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属于驾驶用不到的视线的位置。对，然后它的空间又在挂在那边悬空嘛，嗯，所以不影响床面，不影响它整个的那个整体的空间利用度。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一开始包含这一根，我们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原来的原厂是横在这里挡住我们的后视线，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一根应该要改，所以我们后来改了这一根嘛。嗯，啊，发现就是说，哎，改了以后其实蛮多效果可以用的。那就是为了这个椅子要可以倾仰啊。对啊对啊对啊。对，不然的话那个椅子是不能躺下来的。是，有啦，它可以躺啦，它必须要把头枕拿掉了。这我有试过了，刚好它就卡在那个头枕那个位置上面。那加上我们这个要旋转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旋转过来，这个桌子在这里，这整个利用度是很漂亮的。对对对对，不错不错。哦，那个简单实用。我们这里的改装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不满意回来再随时调整，然后也可以回来随时改，也可以回来追加。我们有很多客人，我们推的这一纱一布的那个窗帘，有很多客人就是想要回来再追加。这个也可以回来追加那个啊，载重啊，对不对？但可以那个什么，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一纱一布的窗帘啊，还有那个弹簧钢片啊。哦，有有有，对不对？嗯，配重不一样以后，我们可以再加装底盘的部分。像平衡感啊，或者是这些都可以。这个改下去之后，它会整个会高度会往下，会，对不对？我们 Thomas 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发现这整个配重需要再给它更安全的一些的改善措施。嗯 ，OK， 你把它关起来一下。OK， 我发现它这台不是海力士吗？是啊，是海力士啊。所以它这个有换过，还是只有？换了 Granvia 的铝合金钢圈哦，所以感觉质感又不同了哈。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差很多。嗯，是，我以为他是买那个四盖盖起来而已。不是，这应该是铝合金钢圈。是吧？铝合金钢圈的。铝合金钢圈，对。哦，是。因为有些是用四盖盖起来就也很像哦，也很美。哎，对对对对，有些什么叫做什么气流盖啊，什么盖之类的。那，啊，盖起来就 OK 了，是，哎呀，而且是一个塑胶四个盖子盖上去的，嗯，不错不错 ，OK， 好，我们要预告下一台是 Starris， 用原厂的滑轨，